总算要我找到你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敌人是有定力的。
怪事，怎么会见到孟怀楚？少侠留步。看来往上走就是后山了。是谁？你是何人？可是来救我的？还不想死，弟子见识见识咱们影堂的手段。是。请留步。
阿弥陀佛。假冤魂，谁？真可怜，你的命还不如一张图谱。雪玲珑，你夺我图谱，杀我门人，今日我定将你碎尸万段。我好怕啊。我做鬼也不放。放心，图谱我会替你好好保管的。这又何必？什么人？正是在下。哼！
拿出来吧，图普，你来阎王殿拿吧。宁愿死，也不交出图谱吗？少侠，请来殿前一叙。